你知唔知道呢张李锦记包装纸大概系几时印制嘅呢？60年代初，香港嘅电话号码有5个数字，后嚟人口大幅上升，好快就增加到6个号码。之后直到1989年，香港实行地区字头制度，香港岛、九龙、新界嘅字头分别系5、3、12。呢张包装纸上面嘅李锦记电话号码有6个数字，不过就未有标明地区字头，所以应该系喺60年代中至后期印制。